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，白宫新闻秘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，访问尚未最终确定一事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，且说到做到。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。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，理应严格遵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。如佩洛西众议长访台，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。我们说到做到。邻居报道，美国国家安全高官近日警告称，美国选举正在面临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等国外国干预威胁。美联邦调查局局长称，中国正试图设法让美国衰落。对此，汪文斌表示，推翻别国政权、干涉别国内政是美方的行为方式，但从来不是中国的风格。奉劝美方不要以己度人，无端指责中方。